也方便带出国，然后它可以从10个月大到30个月、36个月，但是也是看你自己宝宝的大小啦。你看这也是10个月大，我宝宝是9个月，也 OK， 也能做的蛮稳的，还是蛮 enjoy 的哦。该加油喽！哎呀 ，OK，Hello baby， 开心吗？开心。其实它有一个好处呢，就是你看它这样子就可以推动，然后你这个压下去，就不能走了。